拼多多第三季度营收不及预期，美股盘前跌超 7%， 财联社11月26日电，拼多多三季度营收 215.1 亿元，市场预期 264.7 亿元，上年同期142亿元。拼多多 Q3 平均月活跃用户数为 7.415 亿，同比增 15%。 公布财报后，拼多多美股盘前跌超 7%。